董经理，干嘛？爱家的事就这样。这应该是我问你吧？你到底想怎样？你做错事情都不用弥补的，你该不会要我天天开车送你上班吧？我告诉你，这样子我要加薪，你给我两倍，我还要考虑一下哎。杜采洁，你跟我说话这种态度，你不怕我把你废掉？总经理，你忘了，我是董事长挂的耶。 怎么这么不会想啊？一点都不懂得权衡计算。亏你还是总经理。杜采洁，我警告你。我跟你说，董事长要爱家做你的保镖，爱家他爸也命令他要保护你，你摆脱不了他，他摆脱不了你。那这样大家就好好相处就好了，搞得这么痛苦干嘛？而且最重要的是，你们严重影响到我。还有，你忘了爱家是武术高手。 你还不一定打得过他耶！再说这整件事情本来就是你的错。我顶多错一半，错一半也是错，先道歉是会怎么样？猪头！忘了报告总经理，我这个礼拜卖了第8台车哦，你不能开除我哎！如果你开除我，会是你的损失哦。 张大家，跟我出去。这里什么都有，你喜欢什么，尽管挑，我买单。就当做我对你的补偿。 哎，你这什么态度啊？我告诉你哦，这是我最大的底线。你要我说那三个字，不可能啊！哪三个字啊？对不起，都在这了。 看看有没有缺什么，我帮你挑。如果没有的话，我们买单走人了。不喜欢啊？好，那我们去攀岩。摔楼道，打靶，开枪哦！哎，我以为你话很多哎，什么时候变哑巴了？我告诉你，我已经很有诚意了。过了现在，我不保证还有下一次。 到底是谁告诉你我喜欢这些的？你不喜欢这些，你不要告诉我你想当女生哦，楚瑜妹。我就是想当女生，怎么样？不行哦！停。 今天你就不要再跟我闹别扭了。哎，你没听我说话？那这个是什么？这个是美白的一个化妆水。那你在擦，嗯，去拍之前的话，我会给你一下水。
楚瑜妹，为了让你当一天的女生，我可是动用很大的关系，才能在百货公司营业前让你进来 shopping。今天看你要当贵妇，还是当公主，随便你。选购的商品，欢迎再度光临。现在可以回去上班了吧？不行。小姐，你还有什么问题啊？跟我来。